你们听好了，我雷家有三门绝技，你们三人可以各自选择一门主修。第一门，权位道，气先行。雷家无方拳。第二门，九天惊雷，撼乾坤，一指破空九万里，惊雷指。第三门，五雷天罡拳。这五雷天罡拳修行困难，一共九重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却是我雷家绝技中威力最大的。只是这拳伤人亦伤己啊。第九重名为灭天，灭的不仅是天，更是自己。所以历代前辈都是止于这第八重。什么嘛，这么多限制还那么难看。就是。关键是打起来的样子好傻，我觉得还是惊雷指好。最强的是无方拳了，男人当然要学拳了。